备受瞩目的科幻恐怖经典重制《绝命异次元重制版》，大家都非常好奇现在进度如何。制作团队 Motive 就透过直播节目公布了全新开发中的画面，更发表游戏将在明年1月27日发售的好消息。这回公开直播展示的重点在于解释美术设计，美术团队以原版为基础重新构思了游戏环境，并重新打造数百种物件，让重制版在保留原作气氛的前提下焕然一新。当然不止环境的翻修，提升音效、角色和物件模型，导入新的物理特效也是重点。制作团队充分活用了寒霜引擎的特性，让光照、烟雾和环境粒子特效更加真实。讲了这么多，还是让实际画面来说话吧。这次开发团队公布了一小段引擎式的实际画面，展现了团队努力许久的成果。玩家们手上有原版游戏的话，不妨可以拿出来比对一下，这水准真的可以当作完全新作来看待。还要等到明年才能来当石村小超人，是不是有点太久了？